点啊？仲系咁嘅样啊？我架车赢咪得咯。其实我哋都唔够型啊，等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仲型。嗱，兄弟，我哋嚟到 ML Automat 呢个秘密基地咧，呢度有好多可以令到你部车变身嘅秘密武器。佢哋一条龙嘅汽车改造服务，同埋超过20年嘅专业经验，保证可以带俾你部车有前所未有嘅新鲜感。而佢哋嘅必杀技咧，就系 upgrade 你部车里面嘅氛围感。其中就包括咗有 Android Monitor、Ambient Light Audio System， 就系呢几个最重要嘅部分。而呢三种 upgrade， 佢哋有各式各样嘅品牌，根据你嘅需求选择最适合你嘅，为你仲有你部车打造天衣无缝嘅效果。喺呢度，你仲可以得到最专业嘅服务。总之就一个字啦，型。点啊？有冇咩啱心水啊？讲到型呢家嘢，我专家嚟噶喎。睇下点。大家一齊型唔得嘅咩？車係我工作時最重要嘅陪伴，佢陪住我望，亦都陪著我舒解壓力。当做员工嘅时候，喺车入边休息时，车入边嘅氛围感对我好重要。我可以跟住我嘅感觉同埋喜好，改变我成架车嘅视觉。我很喜欢车，所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留爱车的原装。选择对的 Android Monitor， 不只可以保留原装的优点，让我在驾车的时候也可以做任何的事，随时接电话，随时听歌、看戏、看地图。简单来讲，驾车也可以很 enjoy。我作为呢个 social butterfly， 经常要同好多人见面噶嘛，所以我部车咧一定要令到我随时可以出发。所以我 upgrade 咗 Android Monitor 之后咧，更加安全驾驶，唔需要一只手揸手机，一只手揸 steering， 随时随地可以快速地连接 Bluetooth， 同朋友可以保持联络。除此之外，我仲 upgrade 埋 digital meter， 睇到啲咁靓靓嘅嘢咧，心情都特别开心，零舍不同啦。点啊？仲等乜嘢？求之不得啦！